老爷，洪掌柜要见您，让他进来呗。洪掌柜，进来吧。我有事想问您，顾老板。大福，你先下去吧。 什么事？我想救人。我知道，容我再想想。顾老板，没有时间了。那你想怎么做？我想问您，当年炸毁龙窑的，是不是您？不是。那是谁？我不知道。这件事，恐怕只有你父亲知道。 可我父亲已经不在了。我确实不知道。好，伯伯轩当年是你们兄弟三人合作经营的，照理应该有我父亲三分之一股份，是不是？没错。我父亲不在了，他那三分之一，是不是应该属于我？是。你现在就要吗？对，我现在就要。 可我现在没那么多钱给你。我不要钱，我只想问你两个问题。你说，龙鼎是不是根本没有送到上海？是。他在哪儿？没有龙鼎。我不信。 婉玉呢？啊，听了洪达的事儿，去找洪达了。丫头就是爱管闲事，那洪达人呢？现在不在屋里，可能出去了。算了，你们先吃吧。你把那机器先退了，以后不要擅作主张。哦。好了，吃饭不要说这些。 老爷，今天的汤很不错，我帮你盛一碗。嗯，哎，妈，还是我来吧。嗯，爸。哎呀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？哎呀，老爷，先回屋里清理一下吧。来来来。哎呦，真是的。来来来。哎，妈，我去帮妈收拾一下吧。啊，好，爸爸去。大福。 早点休息，我回去了。嗯。爸。婉玉，你去哪儿了？嗯。我。你去哪儿啊？我去办点事儿啊。 崔高宁，你什么你？上来！抓贼呀！抓贼呀！抓贼呀！
怎么了？啊，我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哎，你要去干嘛？哎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外头干什么呢？那么吵。老爷，出事了。什么事儿？有人闯进了书房。什么人？抓到没有？洪达。为什么这么做？我什么也没做，得不到就想偷。老爷，恐怕这事儿其中有误会，洪达不会是贼吧？那他晚上到书房去干什么？洪达，你说，我去捉贼。你去捉贼，贼呢？跑了。那这么说，你看见他了？就凭你的身手，能让他跑了？洪达，有什么话你跟老爷说呀！我没什么可说的了。我真没想到，你会做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。亏你还是范世济的儿子，太让我失望。老爷，要走，让他走。老爷，不是我不留他，是他始终不能跟我们一条心。爸，你怎么能赶洪达走呢？我的家里不允许有手脚不干净的人。你凭什么说洪达就是那个偷东西的人啊？婉月，这不关你爹的事，是洪达自己承认的。他承认什么了？他什么也没承认。偷东西的不是他，不是他是谁啊？是我哥。什么？这个是我捡到的，从哥身上掉下来的。何先生，我想请您帮我传个话给张二郎。什么话？明天下午，镇外五里驻马坡，我在那儿等他。你拿到龙鼎了？还请何先生把话传到就是了。好，一定。告辞。不送。老爷。都找过了，估计洪达他已经走了。是我太着急了。怎么样，他们同意交出龙鼎了吗？洪达约你明天在驻马坡见面。他会带龙鼎去吗？怎么，二爷怕？哎呀，只可惜他唱曲的如今了，长得还挺漂亮，就这么死了。没想到这二爷还挺怜香惜玉的。早知道他会替洪达挡那一枪，老子就不在子弹上上毒了。九九，你说二爷去哪儿了？说是要拿什么龙鼎。这个小混蛋，他怎么又去拿龙鼎呢？他还说要把那个叫洪达的一起打死。畜生！鬼影，带人下山，给我抓！是。
老爷，这有洪达的消息吗？啊，还是没消息啊。会到哪儿去呢？你让我回来干嘛？酒没喝完呢。你慢点说。哎呦，这去哪儿啊？能醉成这个样子？哎，别别扶着我。老爷，我是在燕云楼找到少爷的。哥，书房里那个人到底是不是你？啊？我。我有龙鼎，我有钱。少爷，少爷，一直要给我钱，你打死我都不行。少爷，少爷，你给我钱，给我钱，给我钱。走，我，你赶快进去，进去。来来，少爷，赶快进去。给我钱。啊，好好歇会儿啊。老爷，燕云楼的香兰要见老爷。顾老板。您是？我是如琴的师傅香兰。啊，香班主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我是为了如琴来的。如琴？如琴中了毒，就快要死了，求您救救她。哎，香班主，别这样，有什么话起来说。顾老爷，您一定得救救她呀。如琴的事情我知道了，但胡匪一定要有龙鼎，才肯拿出解药来。是龙鼎，顾老爷，如琴不是别人，她是吴公伯的女儿。谁的女儿？是你结拜兄弟吴公伯的女儿，吴运珠。啊？顾老板，如琴这孩子吃了不少苦，请你一定要救救他呀。钱都准备好了吗？啊，都准备好了。老爷，只是这些钱如果都给了胡匪，那少爷那边救人要紧。郭老板，哎呀，何兄来了。哎呀，郭老板，我这连夜上山和这张二郎说好了，他们答应下山交易。交易？什么交易？怎么，郭老板不知道？您说的是什么？我真的一点都不知道。不是，洪大说今天和张二郎在驻马坡交易啊。啊？老爷，洪大拿什么东西跟人交易啊？坏了，赶紧套车，马上走。哎，多谢了，要不是您来，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事儿。哎呦，应该的。这样，你们先去，我随后就到。不送。哎，我说你这要去哪儿啊？要不要我找几个兄弟帮你忙？不用了，谢了。今天你也这么闲啊？何先生，你怎么没去看戏呀？我还是在这儿看你钓鱼的比较好。你就不怕张二郎把龙鼎给拿走了？他要能拿走，算他有本事。就怕他是竹篮打水一场空，我就不陪他共欢喜了。怎么，一个人来的？一个人就不能来吗？够胆，不过也够傻。上，慢。解药呢？龙鼎呢？
给我解药，我就给你龙鼎。把箱子打开，让我看看龙鼎。给我解药，把箱子打开，给我解药。哎，把箱子放下。告诉你，赶紧把解药给我，否则我掐断你的脖子。洪达，你胆子也够大的，没有解药，看怎么救舒淇。把解药给我。住手！谁都不许动。我今天要毙了你！老爷，快把箱子抬下来！慢点，手下留情！快点！怎么，你把龙鼎带来了？各位，大家不过是为了求财，何必伤人性命？哎，能不能看到顾某的薄面上，放了我这位伙计？行，我要看到龙鼎。龙鼎我真的没有。啊，不过总不能白跑一趟是吧？大夫，这是顾某的一点心意，还请笑纳，大家别伤了和气。行，你们可以走了。好，组长喂，他不能走。为什么？你不讲信用。是你们自己送上门来的，怪不得我呀。张二郎，你太过分了，把人给我放了。哟。你也不看看，现在这里枪在谁手上？你好大的胆子！你少跟我唧唧呜呜的，我又不是我大哥，现在这里我说的算。你敢？你试试看。洪达。我告诉你，解药我根本没有带下山来。我现在成全你们两个，黄泉路上做个伴儿。爹，你怎么来了？老二，你吃了豹子胆了？老子我还没死呢。爹，这。爹，撤！撤！走！大当家，这个我不是为了钱，这是解药，行。哎，洪掌柜，快救人去！啊，这晚上去了，快去！醒了，醒了。你受苦了，顾老爷。哎，如今我把你的事情告诉他们了。我的事情？啊，不着急，等你好了再说吧，先好好休息。洪达呢？浩瑞，你怎么上我们家来了？今天是你付款的日子，我去码头找你了，你不在，所以我只能来这儿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钱的事情我一定会解决的。不用我提醒你，你一定知道，如果过了今天呢，就是你违约了，那是要赔偿很大一笔钱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可是我现在真的没有钱呀。来，我去找你的父亲说。No！何瑞，何瑞，何瑞，这绝对不行，这绝对不行。确实，但是这个事情你早晚还是要解决，嗯。再容我几天，我求你了。
OK， 那我最多再帮你延长一天的时间。谢谢。子刚，你为什么出卖我？你说什么？我问你为什么出卖我？你说什么？子刚，你干嘛你？你什么意思？什么呀，哥？你让开！我问你，你走开！你到底什么意思？没事吧？别怨刚儿，他现在心情烦闷呢。如清，顾老板过两天就接你回顾家。师傅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我真的是吴公伯的女儿。是。20年前，因为龙鼎，你父亲被清廷追杀，我便把你带到了北京去生活。但您之前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告诉过我？因为师父一直想着等有你父亲的消息了，便把一切都告诉你。可是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他的音讯，所以师父就没有说。我这次回来就想看看你家里还有什么人。师父不能一辈子都照顾你。好在顾青春有点良心，肯念及旧情救你。既然如此，他愿意接你回顾家，你就跟他回去，总比跟着师父到处卖艺的强。师父，宏达来了。师父，先回去吧。你好好休息，师父明天再来看你。如琴，你今天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能陪我出去走走吗？这屋里全是消毒水的味儿。好。师傅说，我爹是吴公伯，是顾老板的结拜兄弟。听说了。师父说，过几天把我送到顾家去。啊，听说了。你还听说什么了？没了。那你说话怎么吞吞吐吐的？我就是听说你是吴三伯的女儿，感到挺意外的。你刚才喊我爹什么？吴三伯呀，哦，当年姚文三结义、范师济、顾庆春，还有你爹，你爹排行第三，所以我叫的吴三伯。可是这些和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是范师济的儿子，范文天。啊？那这么说，也许咱俩早就认识啊。是啊。哎，那姚湾三结义是怎么回事啊？还有当年关于龙鼎是怎么回事？清廷为什么要追杀我们？你给我说说呗。你想听啊？想听。好。他一共欠人家多少钱？我打听了一下，全部货款17万，如果退定，还要追加赔偿15000。哎，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老爷，您看呢？
明天把钱把给人送去。哎，知道。你干什么撞我？哎呀，人没撞你，人扶你。别老爷，他刚才就是在故意撞我。你发什么酒疯子？哎，走。老爷，你在帮他。我发现了，爸也在帮他，你们所有人都在帮他。为什么？洪达，你到底是什么人啊？为什么大家伙都帮着你？没有，子哥，你喝醉了，我送你回去。走。我不回去。洪达，你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啊，你的家早没了，20年前就没了。什么没了？这也是他的家。这是顾家，不是他范家。他现在不过就是一只丧家犬。住口！老爷，越说越不像话。进去。快点，走屋里去。哎呀，走吧。他喝醉了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他说的没错，我就是一只丧家犬，20年前就是。洪达，20年前的事情我是有错，当年对你对如琴我应该早做安排，你可以怪我，但我希望你不要恨我。毕竟我和你父亲，还有如琴的父亲，我们是生死患难的兄弟，我不希望你一辈子活在仇恨当中。生死患难，他们是。你不是，我不想解释什么，将来你会明白的。这个小子现在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他也是心情烦闷的，你别怪他。一点小事就沉不住气，将来做什么大事啊？他只是孩子脾气了。孩子气，我在他这个年纪都已经成家立业了。老爷啊，说到成家立业，干儿已20有妻，该成家了。也许成了亲之后，他就会安心下来做事情了。你要给他找媳妇儿？不用找，媳妇儿早就有了。谁呀？老爷，你忘了吗？我们和吴家是有婚约的，当年你和吴公伯指腹为婚，所以说啊，如琴就是我们的儿媳妇儿。当年这事全瑶湾的人都知道的。话是不错，可是……可是什么呢？那是20年前的事了。不知道如琴愿不愿意、啊。再说了，我看洪达和如琴之间彼此都有好感。他们有好感？这种事儿顺其自然吧。何礼先生，这是还您的全部货款，另外再加上违约赔款。好的，谢谢，有劳你了。少爷，跟我一起回去吧。好好的一单生意，就这么没了，真的是太遗憾。杰森，你的合同。
事业没了，什么都没了。哎，我不甘心，不甘心！杰森，不用这么灰心嘛。我们有的是合作的机会嘛。这一次，也许就是因为你的父亲，他不了解你的能力。要不然这样吧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可以到我们的公司来。我们公司非常欢迎你这样的人才。二人，我是要创立自己的事业。好吧，我理解你，我也一定会支持你的。啊，对了，明天是我们答应傻帽公司在姚万分公司正式挂牌的日子，这个你一定要来。OK。如琴，你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送给你的，好香的花啊！喜欢吗？那咱俩去镇上吃点东西吧，反正我有点饿。哎，你等等我，我去去就来。哎，那不是宏达吗？嗯，是，他怎么能当了薄宝轩的三掌柜的？这你们就不知道了，他是20年前逃神范世济的儿子。原来是这样，难怪顾庆春把他找了去。我还听说，仙云楼的如琴，就是吴公伯的女儿，现在也回来了。想不到，当初姚湾三姐义的后代，现在都回来喽。我看不久啊，顾家有好事了。什么好事？当年顾家和吴家可是定了儿女亲家的，现在吴家的女儿回来了，不得和顾家的少爷成亲吗？哦，给，热乎的。各位，今天啊，是我们姚湾商界的重要日子，我相信啊，大英商贸公司的成立一定会给我们姚湾带来很多的活力，也一定会使我们姚湾越来越繁荣昌盛。好，非常的感谢谷镇长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，我们大英商贸公司非常的看好在姚湾的发展前景，我们一定会努力的工作，让姚湾的未来变得更加的美好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再次感谢各位的光临，谢谢你们。先回去，先生，您去哪儿？我呢，得去做一趟媒。做媒？何先生怎么来了？我就是来看一看，怎么样？如今身体好一些吧？托福，总算是有惊无险。平安就好。是。何先生，您来不只是看看我们吧？我是特意来给你道喜的。道喜？我听说顾家要把如琴接过去了。啊，那是因为如琴是吴公伯的女儿，所以顾庆春说是把她接回去照顾。可是都过了好几天了，也不见人来，不
不知道。那乡班主担心什么呢？这吴公伯失踪20多年，如今现在又只是一个唱曲的丫头，所以你是担心顾家反悔不让他进门？是啊，你的担心那不是没有道理。如果这如晴去了顾家，这时间长了呀，还真不知道会怎么样。是，我也是担心这个。老爷，今天外面又是放鞭炮，又是舞狮子的，好像挺热闹的。是啊，英国人也在咱们姚湾开公司了。哦，这么说，姚湾不是会越来越好吗？那倒不一定。如果他们规规矩矩做生意啊，那倒是好事，要不然就是个大麻烦。哦，哎，泽刚已经去了码头工作了啊。是啊，如果他从现在起就能踏踏实实做点事情就好了。给他点时间，他一定会改的。我这就到码头去看他。哎，老爷啊。嗯。要是泽刚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好，你慢慢跟他说，不要发脾气。知道了。既然这样的话，那为什么不让顾家履行婚约，把如晴娶回去呢？娶如晴？啊，这吴家和顾家呢，当年是有婚约的。现在如晴已经回来了，这婚事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呀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有这个事情？哎，这当年高大人只是让我把孩子带走，并没有跟我说过这些。高大人和你啊是初到姚湾，当然这些事情不知道那是自然的。你看啊，如果要把如晴嫁到顾家去，那如晴就是顾家的少奶奶了，那你们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。果然是这样，倒是也不错。可是我从来没有听顾青春说过此事，这吴公伯又失踪多年，这顾家会不会反悔呢？确有可能。那依何先生的意思，这样啊，江班主，如果你确实想把如晴嫁过去，那唯一的办法就是先发制人了。先发制人？夫人，燕云楼的江班主来了，说要见老爷。哦，老爷刚刚去了码头，有什么事情让他跟我说吧。哎，夫人。乡班主，想必是为了如晴的事而来的吧？是。都怪我，说好这两天要把如晴接过来住的，可是一忙就把事情给耽误了。多谢夫人惦记，不过今天我来不是为了这事儿。那是为了什么事呢？是如晴和顾家少爷的婚事。婚事，夫人，当年顾家老爷和吴家老爷曾经约定，这如果生下两个男孩，就结为兄弟；如果生下一男一女，就结为夫妻。这事儿，夫人应该没有忘记吧？当年确实是有这么一回事。夫人记得就好。这虽然20多年过去了，但现在吴老爷的女儿回来了。这顾少爷也还没成亲，何不趁这个时候把这门婚事给办了呢？乡班主说的是，只是如晴的身世我们才刚知道，我们家的刚儿也是刚回来，所以一时之间没有想到这件事上面。这样吧，这事容我和我家老爷先商议一下吧。夫人，
如琴是一个可怜的孩子，从小就没有爹娘，是我一手把她抚养大的。虽然这么多年她跟着我东奔西跑，可我从没让她吃过一点亏。所以希望夫人和老爷能够念在过去和吴老爷的情分上，千万不要嫌弃她。你别这么说，让我和老爷商量过后，尽快给你回复。行，那我就等您回复。那就不打扰了。啊，那不送了。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放那儿啊。Dream.